这一盘拿到你前面去分的。好。你不吃？啊？你要不要吃一点？抓个几块钱吃。它蒜头很香。嗯。很重，所以说打到东西人家会怕。你怎么知道它重？你去看那个人家介绍那个螳螂虾的节目，他很厉害，他眼睛看的频道，人类只有红色、绿色、蓝色，他可以看到六种甚至更多种的颜色。他的你看吧，他的身体构造是很强悍的，他的拳头就这么大。他跟一般的虾子不一样。他有人说是赖尿虾，他会尿，是赖尿虾。20号在哪？
一只尔，我只尔，我只有食五只带尿虾，迄五只拢我全拢包起来。这个下饭最放松。